现在是704和703。有事件的话，有事件就穿一个就好了，就后补穿一个。那要先比的先穿啦、啊，先比先穿啦、啊，先比的先穿，还有后补也要穿。先比先穿，上半场的先穿，快点。上半场，不穿你不用了。进来后补要穿。再帮我看一下吗？对，都是上场的先下去。边边都要一个蓝光，我现在看不到。上半场了，快点，四个列队。知道吗？有啊。好，来过来。太中间了。上半场过来。下半场这边等。好，后补先穿着。对，这是我的哨音，哦，不要听错哈。好，来，你们要选头还是选字？好，头还是字？好，好，那你们，你们来，头哈，好，那字 ，OK， 来，好，字，好，白色先，白队先进攻。老师，我跟你讲啊，我刚刚画错了一个，刚犯规画错了一个。他吗？对啊。那么多。这什么是科啊？对啊，这么帅。白队走步啊，国际吗？烂呢，就是啦，乱说。先不选这个。完了，都记错了。Thank you.
小鹏打球啊，白色进先进攻，好了，现在换黄队进攻。好，来。我是不知道能问我。这次你走过去两次了，你都回来。等一下，你让我考虑一下，我要去啊。Yeah.
犯规。犯规。犯规。邱庆麟会不会记啊？邱庆麟。打手啦！吼，裁判。对，刚刚没有走步，他就判走步。我又打手裁判。他刚刚没有走步判走步，然后有打走步判。裁判素质啊。协会的，协会的。对对对，是协会开过来。要单打，小胖子。哦，棒哦！这东西没跑那么多啊。哎呦！我们还没下那个小胖子。对对啊，就是上半场、下半场。下半场。他细节力啊。